这次的演习和大阅兵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务必要重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战场就是不能怕，精忠报国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刻在心里。和不能保卫祖国、保卫和平相比，打仗受伤没什么可怕的。这次的实兵对抗，是为了在真正的战场上经受住强敌的考验，多军兵种联合，立体突破，使新型陆军机动作战、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得到有效检验。